尴尬，我先涂一个啊。跟主播认真谈心，你们说的话为什么听不懂啊？咱们喜欢主播点点关注，电脑用户直播中最高勾在这里，手机用户家长头部上方有一个黄色的按键，要给大家跳舞了。关注吧，好吧，大家应该比大家小软现在又属于特殊时期，肚子穴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疼痛，看来主播都这么不容易的份上，是不是？咱们直播是通知勾勾，咱们点一点关注吧。电脑用户直播通知勾勾在这里，首先我在小软头部上方，然后小软还有两个舞蹈，咱们喜欢主播再点一点关注，谢谢大家啦。然后咱们把星星点一点吧，好不好？听到星星在这里，有个大雕免费小星星，咱们把看到的星星往上点一点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咱们就有三五七五九号店预约，咱们把预约点一点，谢谢所有送完礼物的小哥哥们，谢谢谢谢人，谢谢浩子，谢谢苍苍，谢谢福丁，谢谢这个就我纵横小哥哥。那希望主播大家都点一点关注，一号麦二号麦
在人生如戏的等把星星再往上点一点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三神或谢谢阿虚。你该跳第二段舞蹈，如果要是早上今天跳的不好，大家别怪啊，别怪。这个腰子美，后天培养嘛。咱们喜欢主播点一点关注吧，真的是肚子太疼了。我突然间发现，做主播不容易啊，太难了。哎呦我天！这根本就不是灯白呀，这是脸跳的煞白。来，咱们喜欢主播的点一点关注。
电脑用户直播通知勾勾在这里啊，手机用户在小软头部上方，你的视频左上方点关注一个黄色的按键，黄色的圆形的，然后加上这特殊情况可能舞蹈跳的没有原来那么没有之前那么好，大家别见怪啊，咱把小心心再点一点，小心心再点一点，现在点了543，哎，993小哥哥，你们手速还不如我呢，你们手速还不如一个女孩子，真的，就我以为我刚才说你们的手速夸夸夸咋的，不得点上千呀，小瞧小看你，不是我高看你们了，谢谢海阔天空，我真的是高看了你们，证明你们不是单身啊，这手速还没有我快呢，就这样的容易让我看不起你们，你说你们还怎么找女朋友啊，手速都没练到位怎么找女朋友，哎，这手速啊，这种感觉这种速度还是可以的吗，啊，是谢谢炒饭啊，啊，最后一个舞蹈，然后咱们15分钟之后再见啊。心被征服，我尤其喜欢她冬夏的茉莉花，那花香芬芳蔓延飘到我家，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悄悄在我心安的家，带着初恋温度，还留着多年以前我写下的情书，翻开那一幕他笑得在哭，真希望时间凝固永远都不结束，喜欢他清秀的脸虽不夺目，说话是嘴角带小心被征服，我尤其喜欢他种下的茉莉花，那花香芬芳蔓延飘到我家，一朵美